看今天吃什么，先看看绿色是什么，是一个汽水果冻棒。看红色是什么，超人奶酪棒。看看金色是什么，点心糖。猜猜紫色是什么，是一个骰子糖。猜猜今天吃什么，先拆一个紫色，是一个小葫芦白糖。看看蓝色是什么，小鸭软糖。老板是棒棒糖，这个像一个小花朵，是一个西瓜泡泡糖。转转转转到哪个吃哪个，开始喽。是一个冰糖葫芦软糖，把这个果酱放上去。这个是跳跳糖，你来放上去。猜猜今天吃什么，先拆一个蓝色火炬小果冻。把这个跳糖撒上去，炫彩到大汉堡。看看紫色是什么，是一个小汽车。今天我来转转转转到哪个吃哪个，开始喽。是一个曲奇蛋，有一个公主小贴画，把它贴到手上。一包糖果，一个小哨子，我们再转一次。这个炫彩刀把它拿下来，猜猜里面是什么？我们先拆一个金色，是个甜甜圈软糖，西瓜泡泡糖。今天我们来吃这些糖果，先吃这个汉堡糖，今天我们来吃这些糖果，先吃盐露糖，
看到哪个吃哪个，开始喽。是一个火鸡小果冻，把它买下来。我们再来一次，是一个小刺身的糖果。猜猜里面是什么？先看一个蓝色，看是什么？彩虹棒棒糖。小蛋仔棒棒糖。